公主，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？ <音>我这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嗯，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你又来了！哎呦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。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他不是已经情根深重？龙主，你放心去许愿吧，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。 龙珠冷梦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，你看，狗狗开心。<笑>你认真点儿，我很认真。从前，有一名隐士，叫北郭先生。燕辉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，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，是要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 龙谷，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吃你的饭吧。天要背负了这么多，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杨辉，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，该如何不谢？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啊！ 这么漂亮，你喜欢吃什么？第二个，你喜欢喝什么？露珠吧。露珠。你最喜欢的颜色呢？没有。黑色，黑色是不是？你总是穿黑色的。啊，今天没穿。黑色。天耀，在我们玄门。 只有丈夫才能给妻子梳头。我喜欢上他了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我完了。此处为何如此奇怪？先是有荆棘将大师兄拉进来，而后我手上天耀流的绸带也不见了，还有这个奇奇怪怪的小姑娘在这儿。 这儿的墓碑不会都是真的吧？都是墓，操办后事我可是专业的。阿生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捉迷藏开始，在我数到100前找到我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 你怎么还不来找我？杀了他！叶怀，你是邪兄。 事儿了！你与他到底都瞒了我些什么？我在清醒之前，感觉我的识海里是沸腾的。听着像是灵力相斥的状况，他莫不是修了两家法术？果然是因为我的狐心灵，果然是因为我的黑气。这些叶子好像血啊，我要把它埋起来。 现在好些了吗？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你觉得加上你的灵力，我可以吗？但我的灵力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以我之势，我之徒刑，我身之命，请降神灵。 破阵者是谁？素有真人所求，我知晓。还请真人附耳一听。可以。我追随着风的自由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完整的身体。杨辉，谢谢。我愿拿命一试。 苏隐基于龙角阵，将整个永州从地上到地下全都封了起来。我们接成了龙中之鸟。小心！ 大半夜的不谈恋爱，在谈事业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为了让城内流离失所的妖怪们有躲避玄门之所，我便于数年前秘密的筹建紫陵下城。勾引了老主，勾引了老主，你也不用再隐藏什么身份，这妖仆契约就解了吧。以后你就以玲珑的身份。 堂堂正正的去见他，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，二人娘，是你救了我，你别看我，二人娘，我们相濡以沫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容貌而嫌恨你？